代表来方大来宾衷诚感谢财政部再度拨款200万给本校作为今年度很大的奖励。我校谨记教育使命，将拨款用于提升及加强我校各电系的软硬体教学设备，为全校师生创造更优良的教学环境。我也要借此机会忠诚地感谢 YB 林继祥国会议员特别拨出200笔小型的拨款给本校，在本校举办总统红酒教育慈善晚宴时拨出20000元，以及配合亲善妈妈的计划拨款15500元，让本校设立一所新的国民制。本校的第二校园尚未获得1岁的减免优惠，每年需要缴付的款项将近20000元，今年经政府调整后更高达了23000元。另外，本校面对庞大的税务问题，其中高达138万元是来自本校自2016年开始累积的产业税。我们恳切希望各位在座人民代议士能协助争取，让相关的地税获得减免。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第二次的代表财政部长来移交200万元给南广大学学院。我们教育方面、人事方面能够培养国家的人才，要制造来协助，在不只是在马来西亚，在国际一个多种文明的一个秩序。对，我是希望南方大学的学院可以继续的发展，发扬光大，成为南方正式的南方的大学。谢谢各位。